好，来 ，A、B、C 猪，谁是单原子分子的元素？单原子分子就是一颗原子嘛，这里只有谁是一颗原子啊？只有 A 嘛。那 A 是元素吗？对，因为它只有一种原子，所以它就是元素嘛。像猪就是所谓的双原子，猪有所谓的双原子的元素。那么 B 应该叫做化合物，一黑一白的化合物。所以呢，化合物，所以答案选的是 A。那 C 是混合物，有两黑的，有一黑一白的，有两白的，所以它是混合物。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A。好，十九题，谁是错的？十九题谁是错的？根据我们前面教的内容，你就知道谁是错的。帅哥杨晨宇，谁是错的？谁是错的？李工长，你选猪是错的，请坐。你说猪是错的。只有一种原子是元素，乙是双原子分子，氯是双原子分子是对的，丙呢是一黑一白，所以是化合物。猪是错的，因为丁是混合物，丁是混合物，所以是错的。二十题，谁错？哪个推论是错的？哪个推论是错的？女生，有女生吗？有，嘉轩。谁是错的 ？B 是错的，你坐。甲一定有红的跟绿的，甲有红的跟绿的，那可能有固定的组合，有可能不固定的组合，所以可能是化合物，也可能是混合物，所以不会一定是混合物，也不敢讲它一定是化合物，虽然它极有可能是化合物。乙只有红，丙只有绿，所以丙乙丙都是所谓的。都是所谓的元素，然后前面跟后面会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通常应该是一个化学变化，所以那个甲比较有可能是一个化合物，然后产生化学变化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就是了解一下粒子观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，OK。